姐姐，你有感受到螃蟹在抓吗？哎呀，反正有个大便。什么？这里。哦，那你不要踩狗大便，你要轻轻的哦，你要钓螃蟹出来，你要轻轻的，一点一滴把它吸引出来。它现在抓到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慢慢的把它引导出来，你就是一点点一点抽出来，它就会被你引导出来了。你要这样子摇来摇去，它就以为是生物，然后慢慢的抽出来，它就会跟着爬出来，然后你再把它抓住。弟弟，你跟姐姐先学习哦。姐姐，你不要踩到狗大便哦。好。有吗？有吗？姐姐。它一样有在抓吗？对，一点点一点点把它拉出来。对。加油加油，要有耐心哦。钓鱼啊，钓螃蟹都要有耐心。但是钓完之后要把它吃。好，你要吃它。不要吃它，就是钓好玩而已，但是不要去吃它。啊，爸爸不钓鱼是因为钓鱼的话会伤害鱼的那个嘴巴，所以爸爸没有在钓鱼。那可以让它那个安心的死掉，像狗那种野狗啊那种。嗯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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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恐怖了。可以吗？它有在抓吗？还是它放手了？你直接我打到一个螃蟹洞喽。他放手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这样最底部，哇塞，这个超厉害的。对，你拔出来吧，拔出来吧，应该他放弃了，他已经知道是人类，他不想要用了，你把它拔出来吧。你把你那一根拔出来了，拔出来，拔出来。吼吼吼！哇，超深的洞哎，真的好深哦。天哪、啊。